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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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嗨嗨 ，Hello 啊，晚上好。哎，虽然现在才11点多，但是总觉得已经很晚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可能最近休息的，虽然前两天休息的比较早，但是最近不是又开始熬夜写写小欧，是要早点休息。晚上好，最近休息的，我怎么说呢，还行吧，因为最近不是在排练，但是写奇葩者，但是今天就随便过了两下，明天去剧场再说吧，明天去剧场再排练吧。嘿嘿嘿，谢谢09，没回家呢，在中心一会儿回去，可能也就波波一下，可能也就小小的波波一下吧。谢谢歉意。是的呢，你们今天怎么样？哦，对，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哎，好难过。我的耳机又落在车上，因为今天去录音的时候在那里听歌，写困意退退退，然后我就走了。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发现我耳机忘了？那个不见了，是我吃饭的时候，我当时想戴上耳机看看综艺来着。Oh my god！ 然后就忘在车上了。对，写阿毛，司机说。司机会给我送回来的，写 AS 写阿猫。之前是司机说没有，但这次司机说有，然后就把 SNH 那个新梦剧院发给他了。我说送到这儿吧，因为这儿前台可能一直在，但如果家里的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送来了。谢谢三米的马卡龙，那个司机确实很好，就是因为今天，达到了他的车之后，就是他大概有11分钟吧，他才到。然后我想那么久，然后我就干嘛来着忘了，收拾收拾过了。然后结果他到了，我还没有收拾好，我下去了。因为一般感觉司机都很没有耐心，可能是也看人吧。近半年总是碰到很没有耐心的司机，谢谢阿毛。就是很凶，就比如说我们进个门儿，我就说你跟那个保安说一声你是送人，他就偏不说，就在那里等，等了之后自己就开始火大，火大之后就对我态度很差。我心想说你就说一声你是送人，怎么啦？那我就说是送人。然后反正今天的司机就是很好。真的，又不是我的错，我说话那么温柔，我跟他好声好气的，而且还有那种，就是从你一开始上车，他就开始烦，然后就开始发疯，然后一直在那里说说说说说，搞得你的心情都差，因为堵车或者是路况不好，他就开始很烦，我就觉得好烦呢。真是，要不是在高速上，我真很想下车，这样想重新打一个车。对，可能是怒路症吧，真的很烦。就又很凶，搞得好像是我的错一样，真的很影响人心情。本来打个车，坐个车吧，搞得自己心情都差了。写椒盐炒饭。是的呢，最近滴滴都少很多，少了很多呢。偷偷差评了，是的，因为我之前看那个，送外卖什么的，就是打差评还蛮可怕的。谢小猪的马卡龙，谢小猪。就有人说，自己都是过了1个星期以后才偷偷的给差评。要不然的话，他就会蹲点儿，
老吓人了，因为他知道你家在哪儿，吓人，吓人，吓人。就是很恐怖，之前我们成员也有碰到过，然后那个骑士他就发短信威胁，当时可能还不是匿名的手机号，可吓人了。他说有本事你就别出门，给我撕咬的，是不是老吓人了？这不蛮可怕的，就很肆意了。但是不知道那是几好多年前了，不知道现在应该都是匿名，不是应该都是虚拟的手机号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也看不您。搬家前啊，那你根本不记得哪单是哪单吧？我还真没想过搬家前给一波差评，记仇，那我可不能惹你，到时候记仇记一辈子了，那可怎么办？我的电台呀、啊，谢丹丹，走啊，这不是想这首。背景是这个起司猫，写心痛梗儿，走吗？写宝宝鱼，走吧，回家了。行，那先回家吧，回到家再说吧。我一直，哎呀，我的小包耳机现在在徐家汇。好难过，如果没有耳机，我回老家可怎么活呀？怎么又没有了？今天去录音，在那听歌，落人家车上。等明天或者是后天，反正就明天吧。因为那个司机以为他要白，我要白嫖他，那白送来。我说会给他路费，希望明天他可以帮我送到剧场。明天我经常等我起床就给他打电话。贵了。买一个不买不买，我就要用我的那个，坚决不买。怎么了？谢你看那188，是我帽吗？不是啊。走。每个地方都准备耳机，有线耳机我好像有，我再找找。明天寄点快递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寄点东西回北京，寄点东西回老家。而且我还新买的耳机套，还是一模一样的，我绝对不能再丢了，我崩溃了。我现在已经光小包在此都已经有2个新什么新包包小包星星，一打开一整束盘了，这次不可以丢这个耳机，我一定要回来。行，哦，要不然我摔手机上吧，就跟之前一样，但因为它太沉了，你看，我现在连我们屋，就是我们进大门的钥匙我都没挂，走，我每天都在让别人帮我开门，就是你摁那个警什么键。头戴式我之前也有，但是头戴式不方便，我感觉。我还是更喜欢就耳朵上有个东西得了，想偷偷听音乐也没人发现。头戴我之前也有，
你用那种不是戴耳朵上的，就是戴，然后我当时骑自行车还是什么的，会戴那种。哎，帮我拿一下这个好不好？来，嗯，帮我拿一下。走。你不下播啊？下，走。时尚的，行。啥什么用？我先走了，朋友们。回去收拾收拾明天要用的东西。明天再见吧。哦，或者是看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吧，估计没空。回去我要收拾一下我的快递了。找一下要用的服装。拜拜。拜拜。